盏灯，一半馨香，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悲心伴我行。一，大悲是一切诸佛菩萨功德之根本。整个菩萨道修行过程都需要悲心为伴。既然已经信解佛，菩萨开示大悲深意，我们就该好好学习有关悲心的教法，并且把大悲心当成最殊胜的指导，发愿事事不离。喜，最简易的修行法门。一，随喜就是看见、听闻到他人所做的善事，不论任何大小善行，都能心生欢喜，口说赞叹。在日常生活里，举凡身口意三业，皆可修随喜功德。如见闻他人善行，或得到善报成功，则心生羡意欢悦，视为己得而无嫉妒，这就是随喜功德。随喜功德不思议。一，愿意出于内心地赞叹一切众生的善行，这叫做喜。
耳。若能随喜别人，有多大的成就？随喜者的成就就跟他一样大。其功德与亲自去做没有分别，随喜功德实在不可思议。一句照千里。一，为什么心生一念随喜有如此大的功德呢？佛陀于42章经解释，例如一炬之火，数百千人各以炬来分取，熟食除民，此炬如故，福亦如之。意思是说，由于随喜他人功德者，因为内心恳切希望自己也能做到如此善行，他人所为与自己亲自去做没有分别，所以他能够得到等量的功德。随喜须真诚。一，赞叹随喜所得到的快乐是清净的安乐，不杂任何罪恶成分，诸佛菩萨对此肯定赞叹，而且随喜也是摄受他人的好方法。随喜做法非常简单，利益却很大，但前提是随喜时我们是真的发自内心替他人感到高兴吗？误用随喜的危险。一，当你一随喜，例如你见闻到1000个人被杀或被伤害而觉得快慰，你就得到等同杀1000个人的沉重恶业。
因此，特别是在看电视新闻时，要更加小心，不要轻易随喜恶行。真正的无上大法。一，佛在《金光明最胜王经》介绍最殊胜、最迅速积极福德之法时这么说：善男子，若有众生虽于大乘未能修习，然于昼夜六时，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一心专念，作随喜时，得福无量。因作誓言，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现在修行施、戒、心、慧，我今皆悉深深随喜，犹作如是随喜福故，必当获得尊重殊胜无上无等最妙之果。以随喜取代嫉妒。一，嫉妒是用别人的才能成就来折磨自己。嫉妒是来自地狱的火炭，迅速灼烧自心。三，嫉妒能将容受正法的法器变成酸味四溢的醋坛。
四，欲对他人起嫉妒心时，最好的对治方法就是随喜。礼赞慎重的目的。一，我们常常赞叹顶礼佛菩萨，除了表示敬重感恩之外，还有一个目的是训练自己懂得随喜赞叹遍及一切众生。否则我们一方面礼赞诸佛菩萨，一方面却批评诽谤众生，这就不是菩萨行的意义了。舍，舍有两门。一，舍在中国佛教分别代表两个不同修行法门。一是内心愿意给予，而有分享、布施等行为。是放下对仇敌怨恨、对亲友贪爱的分别执着，而平等待之，常称为平等舍。这种舍不是抛弃无感觉、漠不关心，而是不会排斥讨厌的或抓取喜欢的对象，完全接受事物的本然。舍的重要。一，修学平等舍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修习慈心、悲心、喜心，
是希望众生快乐，没有痛苦。但事实上，我们还是有愿、亲、自、他、得、失的概念。对于讨厌的所缘，我们很难生起善心。这贪嗔所引发的分别心，把我们系缚在生死轮回里，不得解脱。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宣扬佛陀智慧，推广佛教文化，培养人文胸怀，认识生命本质。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屏东妙云寺联合举办大蒙山施食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湛江法师、湛同法师领众，日期7月31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恭送普贤行愿品暨佛前大供，下午1点护生暨大蒙山法会，地点屏东妙云寺，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请线上表单填写消灾超荐牌位。连结 www.cbzy.org.tw731。高雄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报恩孝亲启建梁皇宝忏法会暨三十系念法会，日期8月22日到8月26日梁皇宝忏法会，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8月27日星期六三十系念法会，时间上午9点，恭请慧泰法师、慧亮法师、广护法师共同主法，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在法身一界之中，没有任何事物不是清净圆满的。
从上方的圣者坛城到下方的地狱世界，一切都是平等的清净圆满。因此，不论是在痛苦的状态，或在觉醒的状态，都没有差别。诸佛与有情众生之间也没有不同。此外，这不是刚刚创造的事物，而是自始即任运现前。因此佛果法身是自明的觉性，透过上师的指导而当下得见，并且由于它并非可修得或达到的，故它是清净的圆满。除了这个之外，我没有其他可教导的，所以要好好把它放在心中。卡千女，卡千公主，错家佛母请求上师莲华生大士为上中下根者的利益开示这三种禅修的教言。他为后世记录下这些教言。由于这些教法并非为了在当时宣扬，错家佛母便将它们藏匿起来，而成为珍贵的地福藏。愿具有业缘的瑜伽士得遇这些教法，未来当有福报的你们得遇这些法教时，一，你对见地自信的了悟也许有如海洋，但仍应守护最细微的世俗因果。二，你可能已了解法性自信的大海，但仍应保持不散乱的禅修，有如黄金打造的柱子。三，你可能已经了悟广阔心的枉然状态，但仍要守护你的三昧耶与戒律，让它们稳定且无有损坏。四，你可能已经获得如海般法性自信的了证，但仍要敬重崇高的上师众，有如你头上的冠冕。五，你慈爱的心也许没有偏私，但仍应满足你的伴侣与所有法友的愿望。六，你也许已经看见佛与一切众生的平等性，但仍应避免如毒药般的食不善业与其果报。